等好，等好，等好，等好。其实在这个地比较清楚，你看。是啊。那个草地其实还乱，不要再去弄死老鼠哈。吼！小了，记住不来这里。下雨后老鼠会死得多。为什么？地都湿了，然后洞穴都湿了。恢复情况还算很好，现在拿那个营养剂给他们拌饭呢。嗯哼。